没有要浪费食材，是等一下小朋友学校活动结束以后就可以分给所有的小朋友吃。对，那这个不会浪费食材，不是用来洗澡的，也不是用来玩乐的，有洗干净的哈。对，都洗干净了，这等一下就是给小朋友，那今天就会把它完胜，都把它吃光。Okay, okay. 对。